梦想的声音进入冲刺阶段，我的建议，台上导师们相爱相杀毫不手软。来，我旁边这位，你今天不挑战他真不行啊。你应该要去尝试唱唱阿妹老师的歌。老祥见老祥，两眼泪汪汪。而台下梦想的大家庭可是一片其乐融融，暖得不像话。然后有点烫，有点烫，不要烫到我嘴唇。我知道 你自己吹，你自己，我不吹，我吹的话会吹到你去。你不要让我笑，不然也会吹到你。啊，可以，可以。可私下，如果不聊音乐，不聊什么的话，我们就聊自己想聊的兴趣啊，或者是吃东西啊，私底下约出去吃饭啊，很幸福这个节目。恭喜吗？恭喜！凤梨酥跟绿蛋糕，绿蛋糕是最有名的啦。对，绿蛋糕、凤梨酥啊，还有绿蛋糕。哇，我爱绿蛋糕！哇，我爱绿蛋糕！哎，真的，音乐是一个很动人的事情，它促成了很多人聚在一起。我还是有点害羞，因为我从来没跟女生借过衣服。怎么样？这件怎么样？哎呀，好帅哦！哎，这件酷哦，这件很酷。披着蛮帅的，蛮帅。然后中间给大家一个惊喜。没错，你说先这样，先这样嘛，先这样嘛，就 by stand 嘛。你们不会，真的很不舍，就大家像一家人一样，然后几个月的相处，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。那不舍，可是呢，又觉得很骄傲，我们大家做出了很棒很棒的一个节目。那我今天就当你的阿密特。我从这个节目当中更认识每一位导师，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友情。这个是炖梨。哦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我太需要了。我们初来到这个大家庭的那一刻，就是看似陌生的每一个房子都变成了每个人的安乐窝，然后彼此邻居之间都很关照啊，这些都是很难得的这种温暖的经历，真的像家人。感受到这浓浓的暖意了吗？别忘了还有深爱着导师们的助理们。OK， 完工。今天我准备了一个礼物，有礼物啊！大物哇 ！Surprise！ 哇！现在我的心情就是忐忑的心情。别吧，今天有准备礼物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玫瑰啊。这是蔷薇。啊，蔷薇啊。为什么是蔷薇？不太一样。为什么是蔷薇？为什么是蔷薇啊？手心的蔷薇，刺伤的不自觉。我们的作用可能最大的是让它更放松。那这样吧，我说，我也帮不上你别的忙，你每集呢可以许个愿。然后我就在下一周的时候呢，把这个愿望替你实现了，这样也让他有更多的期待，除了紧张的准备歌曲之外，能够有一些好玩的东西。你们长得好看就算了，手艺也非要这么好吗？好紧张，我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做面。这就是我在刚才做的一碗面，好吃。因为我觉得这次《梦想的声音》这个舞台、这个节目，让我们更认识彼此，成为一个家人。这样没完没了送来送去的福利，可不只是新年才会有，现场观众还有机会得到偶像们亲手做的礼物哦。不得不说，梦想的声音真是个颜值爆表、温暖爆棚的有爱 Big 法米丽。